来甲咱分享佛说42。佛说42章经内面吼，咱的第十二章，咱的举难劝修啦，就是讲咱的修行上歹修的，安尼今仔天进入到尾啊一条啊吼。那我们最后一个呢是，这个有一点错误吗？或许压一下。后续应该是干掉了，大家问吗？还行哈，好，后续一点点时间修正一下。是不是有那个简报？这个是旧的还是最新的？我们的十二月那一个，咱今应该是哪一家之类啦吼？好，咱今仔应该是这个笃静不动难，善解方便难哈，应该是后学没有改到哈，后学过失哈，跟大家道个歉。啊，咱今应该是学习到最后一个啊，笃静不动难，啊善解方便难，这句话啊，就是在讲啥？咱大部分拢会断掉，啥物叫做静？咱要了解笃静，笃就是断。咱就是当着看到即个咱的六根，鼻仔闻到，目睭看到，耳仔听到，身躯去，人讲的去触，咱拢去感受到一切叫做道啦吼，道境。啊，迄个境有分顺境甲逆境。啊，咱各位前前咱想看卖境是啥？咱各位前前咱即摆坐伫遮，敢有一个境？吼，你看到的一切就是一个境。你听到我有对你唱善歌，你的感受，你即个心的足平静的，就是一个境。这种叫做顺境，让你的心袂起起伏伏，拢做安定的，这种叫做顺境。啊，倒边的逆境的，真若向向安尼，一个你气无凉，咱会动无，心会动的，啊是空气袂流通，电话袂倒，啊是即摆啥，你正看着啥物拢暗摸摸，你敢会足惊吓？会动的心无如咱的意的时阵，就动。啊，咱动就会迄境，就叫做条境。所以咱的境有分。顺境甲逆境，啊，顺境一般大家较免讲啦吼，咱大家好学安尼嘛，大家有想要平安健康无？有、哦。哦，大家有想要大赚钱无？哦，大家有想要一切顺心？人讲的家和万事兴，好唔好？好。哦，啊，大家拢平安无事，好唔好？好。哦，大家拢嘛感觉这好，对唔对？啊，但是呢，老祖嘛甲咱讲，咱的福祸甲好是拢。做伙啦，祸福无二啦，这拢是做伙啦。你有福，啊，就安怎有好，这嘛是就是爱因斯坦的，咱的过去甲咱讲叫做相对论。但是顺的当中，咱敢会一直出落去？即若比如咱坐即条椅有好坐啦吼，啊，若再来放一下抱枕的，啊，放一下棉被，啊，你会一直出去袂？袂伊啊，身躯感觉伫厝坐，碰伊伫坐，身躯伫出。想舒适的一直出无，各位浅显顺境的吼，咱像坐椅啊，一直出一直出，但是出去啊，你的脊椎会安怎？嗯，你着弯去，啊，家己敢会知？嗯，暂时唔知，啊，长期间了开始安怎？腰酸背痛，找医生讲啊，你这什么？你着骨刺什么叫歪去啊？是啥物？你着脊椎突出有无？慢慢伊会变成一种病，所以咱当咱开始咧歪的时阵，咱会唔知。所以是呾讲福甲祸按做伙平衡的时阵，咱较会安怎袂去用歪去啦。各位前贤，所以你即若是当着是逆境，你嘛莫艰苦，啊你嘛莫心内怨叹，颠倒爱安怎感恩哦。即椅啊顶靠靠，咱坐好有无？袂一直坐一直出，敢是？你要抱着逆境，抱着感恩的心，吼、哦。啊顺境嘞，要抱着时时刻刻要警惕忏悔的心。哎呀，你哦，爱情你哦，咱真有遮，就是咱过去吼，咱来感恩过去的祖先，啊嘛爱忏悔，咱可能咱即摆就是讲咧享福报哦，所以有时候也要人讲开源节流，这是足重要的。啊，所以咱当着见迄个不动的心真难啊，像知影咱江苏甲咱讲的，江苏伊这课叫做啥？运用心就在做。伊这课是啥？运用心就在做。这拢有解啊吼，啊歹势哦，拢无改着，互你拢看袂着，比较抱歉。欢迎新。我觉得印象是有改着啊，
就在前。刚刚甲恁想要甲咱做一下迄个啥，一个啊？圆融心自在起。一个刺客，单纯就是一个刺客。赶紧啦，回复好了，找到刚那个刺客。圆融的心安怎？自在起。自在起哦，阿边来让圆融自在这样刚出工作侪哦。刚好咱要甲后学分享一下，你知有听你刚出对一句话，你感觉非常好用。对这一个往下拉，往下。好，对了啦，好好。对了哈，这个答案对了，好，来，咱这样是一上着圆融的心啊，存在情，吼、哦。好，来各位请一请，咱到圆融的心，圆融，圆融啊，你再要我个老师有讲嘛，什么叫圆，什么叫融嘛，吼、哦，你要偏周啊，你要有广大的那个咱的那个包容力嘛，吼、哦，但是、啊，咱敢有，咱伫咱的周边，咱敢有。有吼、哦，有甲咱恭喜啊吼，啊若无诶嘛，莫艰苦，咱就听着即节课，咱就知影喏，咱爱家己要安怎去骗咱诶法界，啊，就若像咱诶想，其实线内好想要分享诶，就是不动真难，即、這个难难伫倒，有倒咧讲迄个难，其实起心会加啥？咱拢讲起心著加动念，迄、那个心一起来，迄、那个念头就起啊。啊！你心若无开，迄个念敢会去？袂啦，会不动啦。所以动的拢是迄个心。啊，是安怎袂当用？袂当心不能圆融，因为心内面迄个我上大啦。啥物叫我上大？说落来要讲的就是，咱的心大就无法度善解方便。咱要善解方便就难。迄心大，啥物叫心大？比如讲，讲书讲这個。咱各位浅显，一条歌你也唱过一百遍。比如讲，卡拄我迄条，道要甲书，书啊，道爱甲书，弹了了这条歌，咱也唱过一百遍，唱过一百次，你会不会很厉害？你会不会很耳熟能详？即摆嘛，叫你起来讲，你来唱一下，你敢有困难？无困难，甚至你爬起你唱一百道啊，你要安怎唱？前奏后壁倒一段，你爬起唱啥物拢足简单诶。啊、你今仔若头一摆唱，正常用要叫你起来唱这首歌，你会感觉安怎？会惊袂？会惊袂？啊，唱会好无？嘛唱袂好，啊嘛会惊。啊，但是迄、那个叫迄个唱袂好的，佮第一遍会起来唱，你坐伫下底，已经人讲滚瓜烂熟，你已经唱到足厉害，唱一百道以上过啊！你坐伫下底，你的心情是安怎？哈、啊？咱毋爱叫我。啊，敢会感觉讲手甲火红，对，人是肩甲头，毋是肩甲是，就是那就肩甲头，可能什么转音，啊，你也无转音，敢会？你会讲会起这个心念无？肩甲火红会晓笑，去安尼笑，啊会晓笑的来叫啊，会不会？没有，今天哦，大家都这么的那个，应该是讲伫这件代志举例举得不好啦，你会感觉袂啦？啊，若今仔比如讲啊，你。年底到啊，倒位若有上班的，也是做头家，敢卖发年底奖金？啊吼！啊，若迄落做真济，佫足骨力的，能力真好的，但是态度足傲慢的，你头你若是头家，你会分济予伊，也是迄分予迄较戆的、较骨力咧做的，你会分偌济？你会分较济予伊，就较毋听你的话，也是分较济予会听你的话？听话。做头家啦，做头家啦。哈、啊，听话啦，听话啦。哈、啊，听话的人嘛，吼、哦，大部分若上班过，大家拢会知影是安尼啊。但是头家无一定哦，头家会讲，我的分红较侪是对我利益较侪的啦。各位先生，咱有想过，好像是比喻哦，迄就是一种，你是徛伫当那个，你有叫啥，你着你去食头路的这个心态，甲你做头家心态是无同款。啊，为什么会不一样？那个心的高度就会出现，高度就是角度，角度就是会有这些，咱讲五见，甚至五见，若较偏的叫偏见，偏见搁偏边啊，去搁邪见，搁一直见，一直见。咱咱一个我见有好几种见，啊，咱今仔毋是要讨论这個，是要讲咱敢有去发觉咱有遮个毛病？咱敢有发现咱拢有？咱有时啊。
伫厝做爸爸妈妈，啊出去外口食头路做人的新娘，甚至你去外口做人的头家，会嘛吼？就是一个人有人讲的几啊种角色，啊你几啊种角色，敢拢真正有法度甲扮演甲足好势？这是一件足困难的哦吼，啊就是无法度甲扮演足好势，这个角度的美感，知影江苏咧讲的美感伫倒位，倒位真正想看卖啊？是毋是你大家拢想要甲做好？求好心，敢有这句话？求好，啊，你的心在安那？足赶讲的，足赶紧，我要甲做好。但是你想要甲做好，有时啊有足侪因缘啦吼。比如讲，咱拢讲，三字经内面讲，用不够，苦积。敢有听过这句话？养不教，父之过。但是讲真嘞，你进去看电视，嘛有咧做新闻，嘛有咧播。倒一个是大人愿意把家己的囝饲好做歹人的，倒一个现场倒一个是大人，你想要把你家己的囝饲好变歹人，敢有？无啊，绝对无。啊，但是是安那三年经过讲这句话，代表是毋是大人把囝仔教无好？毋是啦，每一个囝仔有伊的因缘，各位前贤，咱敢会当去理解这句话？咱当然，咱来去检讨，讲咱是毋是过程当中，咱有伤心无？咱是毋是该教无教？但是咱若是已经该教后教，咱嘛是伤心，囡仔佫会走偏走歪，变到无好。这你拢毋通伤过纠结，讲啊，就是咱家教无好。其实咱大部分拢会安尼想，啊，囡仔好学，比较逆向操作，莫去甲想讲你是要甲要甲教无好，可能过去咱较无方法。即摆有电熨灯，咱较有方法。啊，但是囡仔已经变形啦，敢是？伊若无好，已经变形啦，你要安怎？逐天怨天尤人吗？敢是？毋是啊！这个时阵人讲诶，开始补强补救，要哪补强补救？从你这个人开始改变，为这个人开始改变，这是大人诶开始改变。要哪改变？是大人爱会恰恰会晓甲伊。做好做功德，啊，什么叫做好做功德？咱这个嘴吼，爱有这个嘴开始，从嘴巴开始，对你的孩子多关心，啊，少怎样，少责备。麦阿公，你安尼唔好，安尼唔好。顶一个月后选哦，跟大家分享过，要回家要怎样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对自己的家人要问安，敢有这件代志？有。哦，安尼特别敢有。有。就简单的啦，我们回去就是一个试验嘛，吼。那对咱家己厝的人，对咱的是大人，对咱的囝儿是谁，对咱的厝边头尾，对咱老，就是你的周遭的人，你当地你敢会甲伊问一声，早安、午安、吼、晚安，就是安尼讲，迄是一个声，一个声，然后听出来是一个声，但是迄代表是你的圆融心，你的心有得软。你的心是圆的，你看我都讲出一个安，好，谢谢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，我爱你。好，开始，你要讲这话，这种是柔软的话语。你的心若无柔软，你无法度讲这话出来。啊，当你也开始发现你无柔软的时阵，咱搁要讲的，你要善解方便，就搁愈难啦。其实佛法吼，佛法啦，咱过去就。释迦牟尼佛教咱正面的祖师，咱即摆对的头，咱的耳，所有种种的佛法，若无方便，无方便法门，无法度度众生，各位亲像咱当理解无、嗯？所以释迦牟尼佛伊讲伊讲经宣法49年，伊讲伊拢无，尾仔到尾讲伊拢无讲着这方便，为虾米？伊是为着要借着施这方便法，互咱大家来开悟人世间。今仔载啊，青少年班迄讲师嘛真优秀。他21岁尔，伊讲啊，伊讲伊21岁，啊，因个浅浅就派伊讲伊出来讲课，要讲人生的真谛是啥物哦。伊讲恁派一个，伊讲毋是即摆哦，伊12岁就开始讲即个题目啊。啊，各位浅浅，咱够想个，你12岁的时阵，你敢知影人生的真谛是啥？而且囡仔偌幸福呢，伊伫因咧爸爸妈妈就是到二代三代安尼牵嘛吼，就细汉就人强逼强逼伊安尼咧，啊伊阵感觉讲我讲这是要创啥，啊伊来去找资料嘛吼，啊对一个12岁的囡仔讲人生的真谛，各位浅浅，恁敢有找着人生的真谛是啥？伊、比一个咧好像感觉有够感动，有够好，伊买啊，伊
妈妈就是拢爱安排要去读建筑，伊伫澳洲咧读册读建筑。啊，建筑内面有足侪足侪建筑的啥物基础学问的科，人叫专业科目爱读。伊讲伊若早知影，伊十二岁就知影伊要去读建筑对啊。伊十二岁伊就开始要先去读建筑相关的册。但是伊就是毋知影，伊大概伊进去到国外咧读册，伊才知影读建筑的专业科目足艰苦。啊，伊讲，但是伊进到又倒转来，伊讲，伊真足欢喜。伊十二岁的时阵，伊的阿公、伊的妈妈就拢逼伊爱去学习人生真谛这条课。因为伊讲啊，人生啥物时阵会停落来，强逼你停落来。又讲啊，伊讲你生囝的时阵，甲伊生囝一半讲等下，互我过来迄个画一下妆，我才来生。啊，无可能嘛吼！啊，伊嘛去讲吼，伊讲你真够有可能讲哦，我真个结婚讲，等一下我先啊，我即个韩剧看了，我才来结。然后迄个良心建立嘛吼，啊，来讲等一下我拢等一下，够有可能伊讲这几个拢袂使停，但是每啊比有一个真好。佮有一件大家拢想袂到的，除了伊想以外，佮有对一件代志停落来。你即摆面对死亡，你甲你的乌白无常，甲你的死亡死神讲，你等一下哦。你等我两分钟，还阁予我死，敢有这件代志？无啦，咱拢知影无，但是咱敢有咧等？等你啦，慢食的啦，阿袂啦，我阿袂啦。一个二十一岁，咱若对咱真侪而且的浅浅来讲，二十一岁侪岁啊，少岁。少岁啦，伊竟然有法度有这种感触，伊讲伊足感恩阿舅甲伊妈妈，才细六十二岁就予伊上工大日的人生经历，因为伊想着讲，当伊死亡来到面头前的时阵，伊已经自细汉就去想好，伊死要为倒去，因为伊知影伊生是为天顶来嘛吼，咱的母亲是老母娘予咱的，咱生为。将来为顶原来，啊死嘞，嘛是为即、這个安尼转去，伊就是回归。伊先讲伊是转去尔吼。啊，咱各位前线准备即件代志有重要无？准备啊，前置准备啦。伊讲伊遮久遮细汉，伊就知影，甲即摆会晓去做遐代志。伊即摆再来碰到遮代志，伊讲伊嘛是会像即摆少年人共款。伊讲伊倒来台湾，伊讲伊伫国外咧啉吼，一杯红茶尔，啊200块的台票，一杯红茶。伊讲伊倒来就拢硬啉就对啦，因为倒来一杯较好诶，即摆袂较好诶，讲嘛毋免200块。伊讲吼，200块咱伫台湾买几啊杯，啊伊讲伊卖硬啉，但是伊今仔有讲，伊讲借着起来准备甲学习会当反观自照。伊讲伊倒来台湾，刚刚无咧做好代志，拢哪想着要订迄落好食诶。迄个摇摇啦吼，珍珠奶茶啊，即摆周年庆，你想要去去买，因为台湾啥拢俗，比国外较俗。啊，所以迄个信念就会起来。但是当迄个信念起来当下，借着来运动，借着礼物，家己去检视，自己检视啊，年底自己检视说，我回来好像没有做什么好事。啊，好雪祥，那也分享这段吼，那各位浅浅，咱来个运动是不是拢会多了这一段感？恩，然后反省，就是来到家就做主人的哦。诶，像伊讲的，伊一日嘛，伊就做主人的，这个能量就会起来，迄叫做正能量。各位浅浅，那我刚刚咱来到家，正能量起来无？初初吼，过去有遐坐伫下底啊，吼，初初有遐伫下底嘛坐几耐，坐伫遐困几耐，坐伫下底啊，拢唔爱坐头前，因为坐头前，浅浅拢会来遐甲你叫，叫你起来，啊，干脆你坐上后边。啊！你坐上后壁，浅浅甲你叫，啊！你着叫屁屁啊！搁浅浅，敢听有叫屁屁啊？就是人甲你叫，啊！你着吼，啊！你听草，你着开始。啊！即个啦，人去甲你拍，啊！你着把酒杯拍，啊！你行个，我即个叫屁屁个，继续困。好像嘛，得困过来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正能量啊，要跟那个负能量吼、啊，在打仗的时候会昏沉啊。搁浅浅，所以毋是你来遮坐会度孤啊。搁我做我做侪侪，现讲我来遮坐着度孤，我无法度听。是安尼哦，你会度孤是因为你的无名业障，人讲的无名的业障，迄是拢无形看袂到啊，叫做简单讲，你即摆能量学叫做负能量，迄负能量在咧交替，吼、哦，一个要冲去吧，正能量要冲进来，啊，负能量安怎，要甲塞互出去啊，要推出去啊，啊推挤，你即个身躯的时啊吼，
咱的人讲体质较弱的人，比较体质比较弱的人就会昏沉。你会当你会坚强袂开，你会想要放互伊睏，因为你的身躯会比较轻松嘛。所以人讲，你厝睏袂起，还来睏床，拢会睏睏睏咯。有诶，浅浅的人好想讲奇怪，有当你讲你啊足好睏诶，我侪就想要睏。吼，安代表你即摆就是正能量甲负面诶能量两个伫遐咧相争。一个要甲人讲诶正气要塞互伊去，啊负气要甲安怎，要摆伊去要甲塞互出来。一个要塞气要塞出來，啊你诶身体就是较弱，你诶基因细胞较弱，你会变胖。所以，咱若是看到浅浅在睏吼，会使着啊甲叫啦，啊嘛莫伤甲叫啦吼。啊，咱各位浅浅，即摆人唔甲你叫啊吼，你着一路睏到十二点吼。啊，安尼，你若是，但是后续会觉得说，你也不要勉强他。你若真正一路就是一直讲，我爱睏到十二点，你话见你着像后续安尼，后续伊会在睏四点啊，睏三，睏几啊年，后续嘛袂记，睡了好几年，后续经过调理家。所以我们要给那个现在坐在那打瞌睡的掌声一下。嘛要打仗嘞！各位先生，你讲哎，我听到你敢那无啥讲，其实这嘛是着善解啦。嗯。这就是咱这个重点，我们要善解方便啦。嗯。咱拢常常感觉讲，啊，着过去着安尼着好啊，是安那要请安尼改来改去吃滑冰，敢会安尼感觉？嗯。恁的囡仔甲你讲，妈妈，我要迄只车吼，足好个。啊，我甲你讲吼，即摆这只车爱来改链啊，爱来改啥，我搁要改，一直改，一直改。你听讲。踏着安尼车滑冰，迄车着会开一着好势，咱要来改来改去，敢有甲囡仔安尼念过？嗯，吼、哦、有吼、哦，也要改奥特曼，也要改车，你会甲念有无？因拢慢甲念，吼安尼哦，哦，即摆拢爱安尼改哦，换一个方式甲成功。伊去改车，伊敢摕去跋筊？无嘛吼，安尼改车好啊，跋筊好。嗯，安尼要甲买无？安尼着成改啊，成改啊吼。啊，但是哦。啊，遐要再讲个哦，伤过方便，伫佛家讲个方便叫做下流。下流敢听有？下流、下流、下流，就是伊个赞助无关，啥物代志拢已经互你方便，啊无一个节制点啦，哦无一个节制，啊无一个节制点个变成安那，就是下流啊。啊下流个安怎？下流，你甲想象。水位顶悬，往下底流，要流去倒去，咱敢知？唔知啦，就随波逐流啊，就一直去啊，流到水沟啊，流到水沟啊，流到河的，流到湖的，流到川的，就一直去啊。但是，啊，所以不可以方便是可以方便善解，但是要有原则。所以各位浅浅，咱学会晓善解，搁爱学会晓迄个原则爱提了的。但是咱往往原则有，方便无。啊，甚至往往的倒变就是方便有，啊无原则。奇怪哦，话是原则足有哦，若是伫道庙修行的浅浅，拢做有原则的啦，拢做有原则的啦，不准安尼，不准安尼，不能安尼，不能安尼，你就是听我的啦，嘿，安尼。啊，若是咱咧较初初来道庙的，拢感觉讲，迄无差啦，迄嘛不要紧，迄嘛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咱拢无原则。因为啥物？因为安尼嘛好，安尼嘛好。啊，这两种安怎？好不好？要不要调整？要。伤过有原则嘛好，啊，拢无原则嘛袂使。所以你讲啊，人生就是一部册，人生就是一部经典。各位浅浅，你即摆是《中庸》还是《论语》，还是即摆是《弟子规》？你刚才你即摆是倒一部经典？你爱甲经典学过出来，所以咱逐单拢有读经会考，但是啊，咱唔忙逐单拢考一科啦。忙达当，古尼今米弥勒救苦真经，古尼弥勒救苦真经，今米弥勒救苦真经，每米弥勒救苦真经，后米弥勒救苦真经，安尼敢会进步？啊，唔过咱搞安尼，来来，卖牙签，家己牙签来。你搞安尼，拢考一考代表，我著考一级代表。其实讲真诶啦，你要代表啥？只有你自己肯定你自己，也只有你家己会当代表你家己，你袂当代表任何。你代表的就是自己的不行，你是你家己的不行，啊！你要让你家己，人头拄仔讲的方便、方便、方便，敢有法下流去？啊，是要让家己爱有一个认同，肯定家己哦。各位先生，咱要肯定家己好无？嗯。我拍好阿姐，我听看你要拍好阿姐啊，知影？哦，这是让恁家己的好阿姐哦，这是让恁家己的好阿姐哦。啊，你话讲我。
三章讲人不可以骄傲，但是人不可以失志。人嘛袂使失去对家己的肯定。各位浅浅，咱今仔来坐坐伫遮，咱有真好。啊，我无啥。咱进来坐伫遮，选择今仔半晡来坐伫遮，咱有肯定家己今仔是做着一件对的代志无？有啊，有啊。啊，来坐伫遮，佫有感受着讲，哦，我知影江叔讲的，讲了我有听入去，啊，我真佫心情嘛足平静的，我真正平静的心，好、哦，我足感恩的，这个平静的心有感恩无？哦，啊，你若拢有遮代表咱的救恩去做，进今仔来对你遮心情嘛拢足欢喜，你嘛应该来拍鼓啊，感谢你的救恩去做。哦。啊，都是咱的祖先救恩去做咧，甲咱咧甲咱人讲的，保庇也好，互咱能量也好。啊，所以各位浅浅，咱要善待方便，爱有一个尺度，吼、哦，爱有一个尺度，莫啥物话拢感觉讲啊，爱做迄无道。好，他也是搁强调，所有的方便法门，都是为了要普渡苦海当中的兄弟姊妹。所有的方法，但是所有的方法会使慢，无一个标准，无一个指标，讲就像我一直安尼啦，一直随波逐流的，无可能。所以咱讲，咱来回答，他拄啊，娘娘甲咱讲，咱爱有一天比一天进步，家己检视自己。来佛堂，咱的庄严佛堂是很庄严啊。咱家人坐伫遮讲，哎呦，足久无看诶，对啦，足久无看，我就感觉这拢会使讲。哎，我甲你讲，我足久无看，阮在隔壁诶吼，吼，迄安怎啦吼，啊安怎啦，啊你讲讲到尾啊，讲，哎呦，啊迄人安尼袂使，安尼唔好，啊吼，变到伫遮咧讲是非，安尼敢好？安尼敢好啊吼？你若讲啊，真久无看，健康无健康啦，平安无平安啦吼，真好真好。啊，咱来有一道山，咱做伙来做志工，来学习好唔好？吼、哦，咱若讲这互相有进步的，会当互相提携起来，这叫做正义、正言啦、啊、正能量啦、啊。伫伫正的环境，政府伫遮就是咧甲咱普照，互咱这拜出去较好个礼拜。啊，你伫遮一定爱搁家己加油，讲好话，做好事，你嘛搁伫遮搁咧讲是非，讲歹事，啊安尼，到彩工你来伫遮。啊，你都无菜呀，吼、哦！所以讲，咱等一下赶快吼，我们把那个发下去一下，咱啊一样要正能量吼、哦，咱来进行咱的回向，诵经回向，然后来帮我们，好、哦，好，咱等下要诵经回向，啊，要诵经回向之前吼，即卖咧分吼，咱先看咱顶下只吼，咱赶快吼，我们每一咱每一次的班会结束。咱一个是吼，大家方便，互大家方便，就是会先发完平安果，啊，咱各自要布施的，家己要跟仙佛结缘的吼，咱家己就是前面都有我们的布施箱，然后饮食收完之后，咱就去用餐，用餐了，咱就有真侪志工的代志会使做，会当到洗碗，到收咱的咱内面的环境，会当到流头卡，到清粪扫吼，咱就是爱做像这个无畏师，然后。等一下，翻后水回到上一页，谢谢。好，今夜先。咱哩活动有真侪工课通做，比如讲像咱昨昏嘛是有来请活动啊，啊，咱下一次的课程啊是在1月12号，所以咱1月12号是咱邀请大家做回来做志工。你来遮，你讲哦，啊，我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志工的活动，来倒白衣啊，倒扫涂骹，倒七宝嘞，清白素，这拢会使的吼。然后咱12月初九开始到1月初日吼，来报告一下咱内院的活动。新专班是12月14日到23日，刚分班是12月11日到25日，儿童读经班就是晚上吼，每周五晚上。啊，咱即摆要做大经的平地领就是12月18日，文理学生呢是1月初七吼，啊，再来咱中心的班呢有菩提心会班吼，即、这个是伫迄个12月15日，然后咱有学界儿童青少班，甲咱的儿童班嘛是15日，啊，咱今年阁有一个年终会个班吼，即报告一个吼，伊伊甲伊伊拢袂使，啊，国语班伫一楼。一楼吼，原区的经典教室一楼就是第七教室吼、哦，一楼啊，台语班伫三楼，啊，你够清楚吼，然后亲像的亲像吼，好，好选报告到家安尼，啊，咱拢有配着啊吼，都有了吼，好，那我们荧幕切换一下吼，咱、哦、来诵经回向吼吼。哦
好，来，咱做伙问。